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新的游戏。杨老师把这个笔上面沾一点点水，沾一点颜色，就一点点，你不要动好多。如果放好多呀，就会有毛病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然后我们用一根吸管，喝水的吸管。哦，这么好玩。你可以乱七八糟的瞎吹，吹出各种各样的图案，太好玩了，真好玩。你们喜欢吗？